成日听到人讲长新冠，到底系咩嚟？长新冠系指部分新冠康复者喺急性感染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仍然持续不适。虽然呢啲情况较常喺重症患者身上出现，但其实任何人，包括轻症患者都有机会出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约一至两成新冠病患者可能会有呢种情况。长新冠常见症状包括疲倦、气促、智力功能障碍、头痛、胸痛、关节痛等。个别人士，尤其是小朋友，更可能会有多个器官受影响或出现自身免疫问题。目前仍未有数据知道呢啲症状会维持几耐，而病情亦可能随时间变化或反复。研究显示，打咗新冠疫苗嘅人，即使感染咗，较少机会出现长新冠。要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快啲打疫苗啦！